上台呢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这是应该的。我叫王子然。是他。你也来一个。我也来一个。你也来一回。哦，行，我也。他叫王子然。让你介绍我了。啊，自我介绍。哦，我叫盛伟。盛伟老师非常的优秀，您夸奖。您说相声的目的是什么呀？说相声的目的就是说相声呗。不是，您这话问的，说相声目的，说相声就是为了给大伙儿说相声，让大伙儿听相声。演员上台，您看咱这个，咱头型经过简单的修饰，脸上啊擦点粉，就为了好看。哎，修饰一下。就是为了让各位观众能听到原汁原味的相声艺术。好，这是咱的目的。确实不错。应该的呀。想过出名吗？怎么？你说想过出名吗？不想。没有一刻不想的。还是想。多新鲜，老话说得好，不想出名的演员那不是好演员呢。但是出名的他轮不到咱。不过我现在在北京曲艺团演出，我也挺好，一场演出能挣多少钱？两三百。一个月演几场？两三场。还不到1000块钱呢，够吗？加上我捡点塑料瓶子卖钱，差不多。你也太惨了。没有办法，废话，我倒想出名，出名轮得到我吗？今天啊，看见我了吗？你怎么了？我就是来帮你出名的。你能帮我出名？对呀，我最近研制出了一套快速出名的方法，今天这个演出我就让你出名。哦，快速出名的方法，今天这个演出你就能让我出名？没错。太好了，赶紧来两个保安，把他弄走。干嘛呀？废话，你让大伙听着像话吗？他有一个快速出名的方法，今天这演出他让我出名，有这办法你自己出名好不好？不了解啊，我呀，我不想出名。还有不想出名呢？想出名吗？你想啊。想不想用我这个方法？您说说。整容。整容？你找一个颜值高的，按照他的样子整容，整出来你这个颜值就能打了。哦，那你说我按照谁的样子整容呢？我就知道。你照过镜子吗？怎么？你这颜值怎么着？我这颜值才是真正的能打。呸呸！我动手了啊。哪儿你就能打呀？你看你那模样，我照着你这样子整容，那直接等于就毁容了。不是你微整啊？怎么微整？你从这儿拉一刀。从这儿拉一刀，这一下不要了，下边不要了，那你上边不要了，那也不行啊，微整嘛，你这有点危险呢。不是，你这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而且你说微整，还微整来不及啊，你不说今天就得让我出名吗？这场演出就得让我出名，那咱们就得借助道具，等着啊，等着，你干嘛去？这是什么想法？这是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改善你颜值的道具。这什么呀？戴上，你赶紧戴上，戴上。我戴啊。你就戴上，赶紧的。这行啊？这行。太好了，哎，墨镜，戴上，哼，太好了，各位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是，真不错。你先等会儿，不是这么说相声行吗？怎么不行了？不是打有相声那天也没人这么说相声，怎么呢？这违背我的职业操守啊！你要职业操守还是要出名啊？出名啊？对呀，啊，你先出名再说呀。
先出名再说。对，出了名之后再说职业操守的问题。对，我得先出名。戴上。嗯，我戴上。墨镜。戴上。这就行了。这就行了。这颜值高了吗？高不高不知道，反正全挡上了。全挡上叫什么话？你这样啊？啊？你给大家表演一下。表演怎么表演？你从上台给大家表演一下。哦，我从上台开始。对。啊，这就展示一下，这就行了。来，我试一回啊。来一会儿。来啊，预备，开始。你要上哪儿去？不是你这个太黑了，看不见都。你怎么了？啊？你把它拉低一点。对呀，这就行了。这也行了。这就行了。啊，这可以吗？你再来一遍，你再给大家展示一回。回来啊，赶紧来，快啊，来啊！预备，开始。摘了，有点夹鼻子，这个摘了，这行吗？这个不行。你看你教的方法，你又说不行。装扮没有问题啊，你这两步走的不好。我走的挺好的，我为了能看见我。你没有自己的特点呀。我都这还没特点呢。不行啊，你看过那演唱会的明星吗？明星演唱会？哎，我看过。你按照这明星那么上台。明星怎么上台？蹦着就上来了。我还得蹦着上来？对，上来你还得跟大家打招呼。打招呼我会。大家好。来，没有激情。那怎么？你不澎湃啊？那怎么澎湃？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好吗？我你有这个感觉。哦，还得这样。你跟大家一互动，大家就得给你鼓掌。啊，他鼓掌了，一鼓掌你就得感动，感动，感动你就得痛哭流涕的跟大家道谢呀，我还得痛哭流涕。对呀，啊，这就有特点了，这就痛哭流涕特点。对，哦，然后呢？然后你说词儿啊。然后我就这个感谢大家掌声。停，一百个说相声的上台都是这么一句，感谢大家的掌声。那都是这么说呀？没有特点呀。我特点不痛哭流涕吗？那是跟观众的互动。那我怎么有特点？你得有网感。网感就是网络语言的感觉。什么叫网络语言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啊。啊，这个观众不叫观众，那叫什么呢？老铁。老铁。谢谢不说谢谢，说什么？抱拳了各位。哦，就是网络上那些语言。对了，这我会啊。这你会啊？这我会，把它用上。哦，那我会了。啊，接下来是什么？接下来就是自我介绍。怎么介绍？大家好，我叫盛。停。没有特色。这怎么有什么特色？你都这么介绍，谁记得住你啊？那我应该怎么介绍？诞生于1996，梦想做说唱领袖，做 pretty so jig 没有太多讲究，想唱跳舞的男孩，创作是他的王牌，随时随地都能表演，生活就是我的舞台，大家的目光就像我的兴奋剂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BBT 的王子毅。这不行了。怎么不行了？这个人练习生上行，这说相声的这嘴里呜噜呜噜，这听不清啊。你怎么了啊？你怎么了？你是说相声的啊，你的自我介绍就得让大家听不清啊。对呀，我是说相声的，我的自我介绍就得让大家听不清啊。这什么理论？这是你就用这样的造型，这样的语气，这样的语言。再加上点，再加上点这个相声词。我们嘴里都是相声词儿。不是那个啊，就是那个嗯啊哦啊，那个这让谁揍了是吗？拟声词啊。这我会啊。行吗？这我是。那这样啊，那你就都记住了吗？都记住了。行了，你就火了。
这就能火了，用上这些方法你就火了啊，这就能火。对，那我今天我现在我来一遍。 你来一遍。我行我这准备，我准备一下，我来一遍。哎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咱们配合一下啊，让他来一遍啊。对，你们一定要配合我，因为我马上我就得火了。这种人呢、啊、就得这么治他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开始。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好吗？后排的观众，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好吗？谢谢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哎，我看着你们给我鼓掌，我心里真是非常的高兴，我是口哭流涕，我是抱拳的老铁。大家好，我叫盛伟。嗯，又这里是 SHENGWE 爱相声特别的厉害，非常的搞怪，即将走向正轨的盛伟 AKA 相声活鬼 biu 不提根不提根不提根。好，盛伟老师非常的优秀。 Thank you。 这是我认为德艺双馨的相声演员。没毛病吧老铁。我问问您，说相声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为了让给大家说相声啊。你看咱这个头型，咱这个装扮，包括咱上场这个动作，就是为了让大家听到原汁原味的相声艺术。好，怎么样？太好了。行啊，就冲你这样的装扮，你这样的语言，今天演出结束之后，你在相声界那是四个大字，出名赚钱，遗臭万年。哎，我呀